在说什么？你去死啊！我现在不当好野人，我要杀人！卖照 ！Don't move! Freeze! Get down! 哇、这个盖的有点大。哎、那是飞机吗？哇，真的会空投物资是不是啊？我第一次看到飞机耶！记住了吗？通关密语：蹲蹲跳。有人呢、是哎，这是刚刚蹲蹲跳，对，没错，这是白粉。等一下，太多人了吧？我们三个人要不要去挑战那个熊啊？义不容辞，直接往前冲，完全不回答我问题，好疯狂的白粉啊！我现在才发现游戏里面讲话嘴巴会动你再讲一次，一直都会动，太好笑了吧？哇，人越聚越多，帮派分子哦，白龙帝国，我遇到人嘞，斯巴达。等一下，整个 Rust 的世界都是白粉啊，从四面八方聚集来的白粉，不会是这一栋吧？真的假的啊？你们做了什么？你们盖太快了吧？准备哦，准备哦，大家准备一下，掉下来了，快跑，快跑，跑跑，直接跑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当然有哭啊，白痴哦，玩游戏哭屁哦，玩游戏还是会哭啦，太激动的时候，然后踢到桌角。那时候应该就会哭了。赵云是十八铜人，好帅哦！我会受不了了，太帅了。我们要不要定什么队呼之类的、啊？白龙帝国。好 low 啊！你们有点默契好不好？再一次，白龙帝国。没有了，算了啦，不要有队呼了啦。还有三楼哦！你们是花多少时间在玩啊？你们疯了是不是？回来了，好像有新加入的观众不知道对不对？就是每次开直播我都会玩半个小时，休息五分钟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然后刚刚是因为我想说，不登出的话，人物在游戏里面会肚子饿，所以我先登出，不然的话那个饥饿度会一直往下减。好像有人，你们在讨论那个空投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其实我第一次碰到空投，上一集我第一次碰到空投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。然后刚那个上一集试了半天都没有办法开，所以晚上了耶，所以我还是不知道。等到有机会再拿到的话，我们再看那个是。你在那边几分钟没到底一下。没道理，一下就可以开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路边的野花不要踩。Hello， 有人在吗？这房子看起来有点大，看一下。有没有人啊？看起来没有的样子。哇，这个是要盖迷宫是不是啊？还是离开这里？这种规模跟我第一季的时候的规模差不多，整体差不多。门在哪里啊？月光，月亮好漂亮。啊，门勒？有门吗？这个墙壁才500而已耶，好诱人哦。而且它没有建筑禁止耶，是不是可以拆啊？看一下。为什么不能拆？然后上一次第一季那时候我的房子就可以被别人拆，到底为什么啊？不公平啊。什么意思？我懂意思了啊！那个 rotate 是不是把那个墙面换个方向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对不对？
有的是木头是平的，有的木头是有这种凹凸曲线的，看你想要哪一面朝外这样子。哎，真的好暗哦！我点个火好了，我这样怎么玩啊？完全看不到。要来就来吧，我不怕了啦。哎，不对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……我回那个房子好了。我们现在任务是要做那个做东西啊，都忘记了。木头用多一点。什么声音？飞机，飞机又经过了耶！哎，刚那个地方是不是有可能又会有投物资啊？我们等一下绕回去好了。有这种东西吗？我看到吗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有吗？好暗啊，到底有没有啊？这个是吗？黑黑的一点。哎，好像是哎，是吗？你们看到吗？超级暗的，等一下我往那个方向走，头抬高高的。那到底是不是啊？还是说那只是一个污点？它在往下降吗？你看，进入树林就会被树挡到嘞。好像真的是这样。好，往前好了，继续往前。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越来越大了。我会不会遇到其他玩家？好紧张哦！注意听，有没有其他脚步声？我越来越近了。到，有其他人吗？好像没有哎。我可以打吗？这是我的吗？这是圣诞节礼物吗？开！开不了啊！怎么开？等一下，我该开火把吗？你真的好暗哦、喔！我开一下下就好。哎、欸，是，好，赶快洗，赶快洗。怎么开呀、啊？还是不能开啊？跟前面一样。还是说他要拿特定的工具才有办法敲开，越来越亮了啦，要白天了啦，哎、欸、哎，两、欸、个物资啊，这跟前面那个空投的物资是掉在同个地方嘛，现在已经有两个了，然后嘞还是一样不能开啊，是怎样啦？骗人哦、喔，哎、欸，我就知道圣诞节是假的。大人都骗我，根本没有圣诞老公公啊！哎、欸，有人呢、欸？你好，是谁啊？白粉吗？他听起来讲的是香港话，应该不是白粉。剪一下。真是哦 ，yes， 我拿到一些物资了，没想到他身上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像，我怎么听到自己的声音啊？奇怪，那是你，对不起。我听到你在打字声，我还听到自己的那个什么，自己的那个从直播台出来的声音。
哎、欸，真的是你哎，我以为你骗我，你知道吗？等下等下，你要把那个什么？好诡异哦！我先帮你把东西捡起来，然后。等一下，我要重新设定一下，如果看到我要做什么动作，因为我刚刚真的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那个，我想一下哦，蹲蹲跳，好，就这样，蹲蹲跳，记住了吗？通关密语，蹲蹲跳，心里有点愧疚哎。那个什么 SUMMY 64570对不对？是你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是你吗？是你吗？你是吗？你是谁？Hello，Hello，哎，是哎，你是 SUMMY 是不是？为什么你的名字不太一样啊？你好，给你东西。哎、欸，我第一次在真实，我把那个斧头还你。啊，你斧头给我好不好？我给你一个比较烂的。啊，还你好了，还你好了。你的东西还你，你的东西还你。是白粉。哎、欸，你的声音好清楚哦，你听得到我讲话吗？哎、欸，我的录音按键为什么没反应？等一下哦，啊，你听得到我讲话吗？你好，为什么这么多白粉啊？出乎我意料哎、欸，这个你捡回去还你。哎、欸，不是啦，这个不是你的，我忘记了，等一下捡回来。我们一起玩吧，好开心哦！嗯，我要见证历史性的一刻，我们拍张照好不好？合照一下。好，我要赶快做那个新的道具了，我要去找那个空的房子，然后把火炉放出来。这一间，对，就是这一间，好，放出来吧。耶 Rust yeah！没有声音哎，你听不到我说话，Rust 里面的。我把该烧的东西都放进去，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一件大事情。待会那个，你留下你有 Skype 或者是其他语音系程式的那个账号吗？有的话，我们用 Skype 聊好了。等一下休息时间，我再来加你。然后我们先做该做的事。看一下哦，我觉得布料可以做啊，我还做裤子。对啦，一直说要做裤子，都还没做，这样。做哪个来？做这个生化库吗？好，做这个好了，做一个。我做两件好了，一人一件怎么样？然后我去外面继续找石头，然后你雇这个。哎，其实它蛮快的嘛，我先拿一些出来，然后我们。看可不可以升级一个
比较好的武器。50个，算算算，我直接去外面采石头好了。我待会回来哦，你先在这个房子里面，或者是你要跟我去也可以。只是我们要找到回来的路，我们要那个找一下食物。啊，才刚出来碰到了，太棒了！野猪，野猪，野猪，希望有2块肉以上。别跑，别跑，卖照！为什么找得到我啊？我真的觉得蛮神奇的，而且还不止一个，两个。OK， 踩。等一下，为什么现在拿到的肉都是生人肉啊？这对吗？这个是不是有 bug 啊？大家觉得我要吃那个生人肉看看吗？看一下，我是啊，哇，太夸张了，有点感动哎。那我等一下开下 RC 好了，等一下休息一下，半小时之后我在休息的时候我再用，把语音的东西处理一下。然后现在我的目标就是做出这个东西，然后去敲别人家，对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睡袋什么的不需要啦，我是和游牧民族哎，不爽上一季东西被偷光光，我现在要杀别人家把东西拿走我才爽。Hello Hello 神猫 Hello。欸，大家觉得我那个生人肉到底要吃啊？说真的，因为现在是不是打不到肉啦？好，我试试看哦。我就这样。欸，现在做出来，那做好了。才上一秒才说不要做，现在就马上 pass， 要说要做。里面的我看一下哦，里面的金属矿好像够欸，好像够可以做欸，好期待哦。用烤就可以吃，好，烤烤看好了。放2块进去 ，OK， 这样子，然后顾一下。欸，睡袋都出来了。好，我先放睡袋。可是说真的，这个地方真的很容易被攻破欸。我们到底要不要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裤子做好了给你。我丢地上哦。这里。两个人都有裤子。这样才是一对嘛。耶，yeah! 好帅哦！我看一下肉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做武器？这个吗？古筝，不过它需要蛮多布料的。这个再说。
我要杀人啊！我没碰到人，我前面有杀蛮多人的，可是有不小心杀到白粉，竟然会遇到白粉。53个，好，拿多一点来身上，继续，74个，落好了没？落好了没？哎、欸，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手哎、欸。喧嚣、啊欸，什么声音？刚突然怎么蹦一声啊？我再看一下肉。喂，哎、欸，真的看不出来哎，它煮蛮久的嘞。我要拿出来吃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，它有写煮熟的。等一下，它有写煮熟的人肉哎，试试看。然后这个放进去，它名字又不一样了。我觉得它翻译应该是有问题啦。诶，一块肉掉在地上给你，这个给你。好，然后我来吃一个。有增加，有增加，但是好少，我的血好少。等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又有空投物资哎、欸，可是我对他真的有点失望，因为他是开不了。好，还是看一下好了，应该从这边过去吧。前面已经有两包了，有没有看到？这都骗人啊，根本就没有东西啊里面。哎、欸，我觉得。还是想去看一下哎、欸，不过那个肉感觉会烤焦，你去看好了，你去看，要怎么称呼你啊？你叫什么 ？Lolo， 我不会发音哎 ，Lolo， 你去看一下空投物资可不可以开？我来顾肉。奇怪的角度，我是不是要趁白天再去多猎捕一点肉啊？哎，好烦！哎，苦有了有了有了，熄火。拿出来吃 ，yes， 太棒啦！我的血终于有一点点，就是恢复了。什么？哎、欸，通关密语，通关密语。通关密语，通关密语。他是白粉吗？他到底是不是白粉啊？通关密语。怎么没有买鼠？他不是白粉，对不对？杀！通关密语，通关密语，杀无赦！我不行，让任何的、啊、他死样好凄惨哦！我不能让任何的取点肉。好，有肉了。
然后去煮。等下再生多一点肉好了，再去拿多一点肉，看有没有动物之类的。这里森林物资蛮丰富的，应该是 OK。我不会忘记吧？怎么走？应该还 OK 啊。之前有留言在骂我说白龙是路痴，我真的是路痴啊！怎么样？我真的一下就会忘记回去的路，这是没办法，这是天生的。哎，有人哎。没关系，待会晚上的时候，我们来加一下那个，加一下通讯的，就是Skype 或者是 RC。你有 RC？刚你说你有 RC 吗？等一下我上 RC 好了。嗯，东西吗？没有，盖二楼。这么明目张胆，应该是已经被拆过了。安安，Eric，安安。你到底是谁啊？我一直看到一个人影晃过去，他应该不是白粉，才对。跑这么快！一定不是。那个，你先加我 Skype 好了，Skype 的账号跟那个，就是 YouTube 的那个频道的账号一样。为什么今天的鸡这么少啊？一只鸡都没看到。有熊欸，我该不该挑战一下啊？我觉得不该，我绷带先做出来好了。风来做出来，有可能有机会杀熊。熊的物资超多的，我先在旁边待命好了。好，准备冲！呀！说说说说说。说说说说 yes 成功，等下等下，先包血，先包血，yes，太棒啦，三块肉，值得，超值得，回家。旋转说，这是玩那种生存游戏必备招数啊！总是对吧？这边吧，对不对？应该没记错吧？然后我看一下哦，这个密码锁可以做了，不过不要不管我先不要做这个保护，我先不要建造，我先做出敲别人家的东西，我要偷别人家的东西，这是我这一季的使命。
好，然后回家把肉放上去烧一烧，然后稍微休息一下。这间嘛，对不对？我记得。OK， 没错。把肉放上去，会两块，一次只能烧两块。然后，人肉跟动物的肉目前看起来没有差异，都是一样，是长得像这样，叫生人肉。那我们都直接放下去烧。然后这个金属碎片先拿出来，以防万一。这个被这里的家被闯空了。看一下哦。OK， 哎，有箱子哎，哇！开始我小帮手了，要放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哎。而且东西先放身上好了，等到我们的这个房子有开始有一些什么，就是装潢或者是一些保护安全锁之类的，我们再把东西放箱子怎么样？先放一些废物好了，比较。这些东西其实根本不用放箱子，直接丢地上好了。然后这骨头，白龙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三个人了耶！是你吗？刚是你说话吗？请做暗示，快点，请做通关密语。通关密语，我讲话是不是你们都听不到啊？到底是不是啊？是吧？刚是他在讲话吧？这什么动作？等一下我的肉，还没好，什么声音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人呢、欸！哎、欸，有人从房子底下穿起来。这样，我可以，他要跳起来吗？他怎么从？等一下，我要捡东西吗？赶快逃跑！我的尸体嘞！嘿，我的啊！我的睡袋，我觉得那个不是外挂、啊，那个是他从底下就是穿到地底下，因为之前我也有一次盖房子的时候要穿到地底下嘛，然后我还是可以从睡袋醒来耶，所以他应该是在穿在地底下的时候登出，然后就卡在地底下，这个是算是一个小小的 bug 吧，这样算作弊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。还有东西可以捡回来吗？等一下，烤焦的肉，我的肉都烤焦了啦！哎、欸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他其实是屋主。好了，我把这些东西拿一拿。哎、欸，还有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些东西蛮重要的，拿回来。火炉里面的东西被拿光了，不过这里的东西，原本身上的东西还有得用，先拿回来。不急不许，不要害怕。好，我们跑到外面的草丛里面睡觉，就这样。找一个草丛。
我的那个金属碎片全部被拿光光了，好凄惨哦！好啦，这边休息一下好啦。我也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草丛欸，可是我不想点火把，点火把会被发现。有草丛吗？草丛，因为看不到欸，我还是我点一下，点一下好了。到上面，比较视野比较好一点。先熄火。啊，我看到草丛了，这里。好，然后那个我在那边做个段落，然后需要那个就是想要跟我一起玩的可以上 RC， 然后我等一下登录一下 RC。好，这边做个段落。